甜心老师，我们的陈进南发光发热，今天又叮咚涨停板了。不止哦，还有哦，是谁？想了解吗？当然，看节目喽。欢迎投资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化。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飙股女神刘元熙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好，品化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元熙老师哦。今天来到了5月24号星期三小周末，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每天我们的主题歌曲就是 Let's go party party， 我们好像变成是我们的主题歌曲，但是很反映自己的心理耶。对对，来吃喝玩乐，让你边吃边玩，边玩边赚，连酒拉酒，让你赚的长长久久。我们的三富五福有没有很好赚？让你赚到了外太空去咯，还包括了我们这一档股票，哎呦，新天地连两天。连两天是两涨停呢，我们的新天地还有我们的续品今天也叮咚亮灯涨停板，以及我们的陈进南九品芝麻官一样是接棒发威了，给您的老朋友新朋友通通都是赚。田心老师，是我要帮我们的新朋友啊，嗯，还有呢刚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嗯，来这个问一下哈，你看我们的连酒拉酒的吃喝玩乐啊，那，哦，是三度五福啊，都冲出去了，都冲出去了，都飙到了九霄云外，喷到了火星上面去了。对，老师，那还有没有新的？还没有涨的，还是那种小树苗阶段的呢？当然有，绝对有。是今天节目认真听。好，那另外想问老师一个问题：你昨天真的太准了。昨天呢，大家都在喊呢，指数的大涨继续的往上飙，你却告诉大家要开始震了啊！对啊，今天果然啊，今天盘开始震了啊，好可怕，哦！那个避震器有没有绑好？有有有有有，安全带有没有绑好？有，系好啦，让它震，好，让它震。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哎，欸，震荡盘是出标股，出标股，重复一次，是震荡盘出标股。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陈进南新天地？哇，天地会总舵主今天亮灯涨停板，老师这个新朋友哦，好开心哦，好好赚呢，都有快要30个百分点了。哎，欸，哎，啊，真的是涨到你没有感觉呢，没有感觉啊。哦，再来还有哦，新朋友除了五福，除了三福连九拉九，我是不是跟大家讲陈进南动作比较慢而已？欸，有有有，动作比较慢还是赚啊，嗯，还有哦，我们的九品芝麻官3325的续品，今天一样连三拉三拉，哇，好恐怖哦，还好赚呢，他是不是滴滴的买？啊，对耶，是不是底部进场？是底部进场，四月进场嘛？是的，啊，你去看一下四月的盘到现在是不是还在震？还在横盘呐，啊，水坤凶啊！哎，欸，是啊，哎，欸，是啊，我们的续品已经超过60个百分点了耶！哇，是我真的当旺季，我就听你所讲的当旺季是。我这里吼要感谢我所有会员，是我每次讲的话他们都记得，记牢牢的，一定要的。老师，你叫我忘记我就忘记了。是老师，你叫我可以开始去订游轮出国旅游3个月，我就已经在订了。老师，你说那个出国呢，不用那么快回来，继续环游世界，不用啊，不用，钱继续赚，怎么可以这么轻松啊？恭喜会员，撸碳撸贼，有没有发现最近即便是震荡盘，嗯，好，大盘不管涨。是不管是跌，我们吃喝玩乐超级恐怖，照赚不误。对啊，老师，我都没有感觉到盘大涨，欸，我也没有感觉到盘跌，欸，是啊，但是我的股票就是一直涨一直涨。我们的三富怎么连九拉九啊？怎么那么好赚啊？长辈股人，欸，我们的五福怎么也连九拉九 啊？接棒要准备长辈股人，欸，哇，重点是后来今天后吃喝玩乐，今天的盘，嗯，吃喝玩乐全部扩散。哎，欸，你看到的大盘今天是跌的哦，哎，欸，是什么？什么叫全部扩散呢，嗯，来，常常听到的六福也涨啦，夏都也涨，云品也涨，大鲁阁也涨，崩掉嘛，对不对？龙体啊，不管是吃的，欸，住的，欸，住的，好，欸，是，哦，玩的，有没有？都是涨的，欸，全部，欸，还有凤凰啊，欸，有，欸，啊，不是，我不是要跟你讲这些，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波的主流最强的是不是就是吃喝玩乐的观光股？没错，我常讲盘势震荡你一定要方向清楚，就像买股票像跑马拉松一样，嗯，我走对方向，对，
才是重点，因为目标往哪，对不对？你跑马拉松，不管再久，我方向对我都跑得到。哎，但是你往方向不对，你要是反方向，你永远跑不到终点嘞。你越离越远轨道了耶，这是一个重点。我说方向很重要，因为方向既然对了，早赚晚赚都是赚，先涨晚涨都是涨，大赚小赚都是赚，早晚而已。对呀，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九品芝麻官，我说过比较慢啊，是的，哎，比较慢，现在不理他也64%了。我的陈进南，陈进南，我不理他，哇，老师也喷出去快要30%喽。还有，我们来讲，来。会员通通站出来，5月12号记得咯，5月12号我是不是讲得清清楚楚，会员都知道吃喝玩乐，我都先跟会员预告，这应该吧，当然啦，我认为齁，跟会员是我的家人，当然我有标股，我有看好的点，我一定先预告给我的会员，第一时间先让我们的会员家人们知道，这很合理啦，当然啦。好，那我这个人我说过了，我就是实在做实在讲，我也不藏私。来，我5月15号、我12号先跟会员预告，是我5月15号，我连那个当天的节目我写陈进南，再次赢在起跑点，我很记得那个小编那一天那个进是打错的，是没有关系，偶尔会有一点小错，没有关系，好，字错而已。我的认为是股票不要买错比较重要，当然啦。好，所以我15号我是不是实在做实在讲？有的，我又告诉你，陈进南，我们已经赢在起跑点。哎，节目当中公开操作哦，节目当中公开操作，这是5月15的。各位，如果你好没有看过，你甚至可以回去听，都可以听，节目都有存档哈，自己去点阅来听。还有到了5月17，我正说吃喝玩乐，吃喝玩乐，还有麦克阿瑟，会员都知道。吃喝玩乐，我是不是讲还有一个麦克阿瑟将军？今天1580的新麦又再喷出啊，再创新高了！哇，动力火车老师，你这些都是事先预告的股票哦。对啊，还跟大家说，这个边吃边玩，边玩边赚，要有一点点的气质。好，那我们看华研今天也动了哦。有的，哇，老师，你所有的操作都是事先预告，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因为事先预告，你才可以买在相对低点。没错，就是因为事先预告，你才可以买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才能够买在市场前。就像现在好了，全市场后开始为三富、为五福后疯狂，只要后只要有玩的啦，只要有住宿的啦，只要有旅游的啦，一开盘砰冲出去，我看那个量就很明显。那个全市场在追了。对，没错，就是疯狂了啊！来，但是谁是市场上的领头羊？就在本尊，就在本节目了啦！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当然了，我只要带你赢在起跑点，全市场共襄盛举的感觉，我也是很赞成的。没错，哇！再次恭喜会员，撸探撸贼赢在起跑点了。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最近吼，就是老朋友一直赚，是老朋友拿 JPP 出来看，对呀，老师 JPP 怎么一直创高啊？真的很可怕 ，JPP 真的太猛了。JPP 记得是航太军工的概念哦，是的，我去年就买在六字头了，6字头股价不是现在。再涨到了17以上，183%了。老师，你的华晨也是涨不停嘞、欸。没错，这些都是长辈股涨不停嘞、欸，都在奔跑的阶段，获利都在奔跑。是这样，感觉底气够不够？当然够啊。那好啦，你老朋友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而且你老朋友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赚多少。对，好，但是你要不要有新朋友小豆苗啊？当然要，小豆苗持续布局中啊。三富只是喷比较快，它不是小豆苗了哈。新朋友是不是三富？是不是五福？是五福，是不是新天地？是不是华研？是不是新麦？它真的是涨了生长激素。我都是5月12号跟会员事先预告新朋友嘛，领先市场的哦。这里是重点喽。来，你今天看到盘整，我给你信心。对，其实我吼，其实很少讲大盘，但是我只要讲大盘，基本上绝对是关键的天数。好，关键的时刻。那我现在告诉你哦，你现在看到大盘在震荡，但是我告诉过你 ，OTC 还没涨啊，今天是第二天已经在涨了，对不对？好，那再来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说过了，去年外资卖超台股1.23兆，对，1.23兆卖超台股哦，今年我只要赚
外资的回补潮，是我就躺着吃香的喝辣的。为什么？外资截至目前为止买超台股大概是2450亿，重复一次哦，2450亿还在增加哦。然后呢，自营商比较恐怖，17年没这么买过，光这个月大买特买已经超过555亿了。投信不要理他，就是一直买，因为投信是我们内资，内资的天下，内资就是挺自己。好，所以换句话说来了哦，自营商在买，投信也是一直买的，但是 but 外资已经开始在补仓了。那很简单，去年卖1.23兆，对，那你看哦，现在买了2450亿，是不是也只是买零头？那个二三，他也只是买这个零头而已。对呀。我不知道今年外资要怎么买吼，你要知道这个重点，了解了解，你绝对要知道这重点。我说你要给外资抬轿，对，给外资抬轿，这是重点，一定要的。对，你要像我们这样三富五福新天地买了以后，全市场共襄盛举，全市场来追的感觉好不好？当然好啊。所以我常讲吼，我的标股就是一档接一档。所以，亲爱的朋友，想要自己手上的股票呢？哎，就像老师的这个标的一样，跟紧老师的脚步后，小数码涨上的大叔变成了神木级的标股，甚至变成了长辈股，还继续涨不停，这就是很可怕的地方了。老朋友、新朋友、就是、都是赚，一直赚，一直赚。哇，最近三富五福哇，多吸睛啊！飙翻天了，全市场都来共襄盛举了。来，领头羊就在这里，领头羊的老师就在这里。所以，亲爱的朋友，老师刚刚提到一个重点，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持续的赚，对不对？一直赚，重点还要有小树苗的股票，赚不够是不是？哎，当然赚不够。老师，我一直想说，什么时候来讲那个小树苗？老师，你都不讲，赚不够啊，赚不够，赚不够啊！下一档是不是？哎，下一档。我这里要讲一个重点，你有没有发觉我就是标股一档接一档？对，没错，我们就讲很近期好了，是不是？红汉先连五拉五，是的，红汉连五拉五以后，金宇连四拉四，记不记得？记得啊！你不要现在赚了三富五福就忘记了，因为三富五福真的太飙了，然后又换到吃喝玩乐，三富五福、新天地、华研、新脉，是不是都在喷？都在喷。好，我是不是标股持续一档有接一档？就是当一档股票冲出去变长辈股的时候，我还是一样坐在这个位置上，帮你去找那个底部刚刚起来的。好，下一档。好，下一档，我是很努力在帮你找，真的，真的最认真的老师就在这里。下一档，我先给你一个概念，好了，透露一下下，吃喝玩乐里面那个乐，哎呦，出去玩也会赚钱呐、啊，这样好不好？就 fly 了哎，才刚开始，都开心的小树苗阶段，好不好？所以你会发现到，哎、欸，老师的操作都是事先来做预告，当然成我们的会员是第一个讯息哈，第一手的讯息给大家哦，第一手的讯息给我们的亲爱的会员好朋友。所以，亲爱的朋友，想要呢标股一档接一档，让你获利无法挡的好朋友们，想要长长久久一直赚、一直赚、一直赚，赶紧跟上脚步喽！欢迎收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亲爱的好朋友，电话赶紧来做拨通哦！你一路追踪甜心的好朋友们，你会发现到甜心老师的习惯就是标股一档接一档，而且呢，所有的操作都是事先来做预告，刚刚已经偷偷预告给大家哦，对，青菜预备备了，大家耳朵要竖起来，眼睛要睁大，来，赶快把电话拿起来，直接跟上脚步了哈！今年才来到了5月24号。哦对啊，我们的长辈股已经凭2021年的新高了，也十全十美。我的习惯就是这样，股票像三富五福都冲出去 了，都已经变长辈股了，对，长辈股了。就像我说，你现在如果来找我，我带你买它有意思吗？没意思，没意思啊，我自己也觉得没意思啊。现在我喜欢给市场抬啊，哎、欸、丢、哦，对嘛，舒服啊，真的开心，对啊，是全市场来抬轿的感觉，还有外资来抬轿的感觉，好不好、欸？当然好啊，很好嘛，是的。所以我说在低档，在底部，在底部，好、嗯，在低档，在底部。我每一档股票我都是在低档，是的，在底部邀请各位，对，来，我刚才预告的吼那一档股票吼、啊那個，我讲了吃喝玩乐的乐、反正五六七月后都是。什么小兵立大功的盘？没错，记得哦。有五六七月
都是小兵立大功的，旁逆往不喜欢的，以往觉得量少的，或者是说后你会觉得市场人气不够的，对对对，你以前都觉得观光股人气不够啊，怎么这一波观光股吓到了，吓到了海景第一排耶，连九拉九的三副，太猛了，哇，天天喷的五福，是的，哇，现在连那个凤凰都被带起来了，有都被带起来了，重点你要当领头羊，当然啦，你要跟我一样，是你不要在后面，对不对？我知道最近已经开始全部整个盘面都非常活蹦乱跳了，但是重点来了嘛，要不要当市场上的领头羊嘛？当然要啊！好，那我们来强调一个重点哈，我说过，你想要赚长辈股，是你一定要有孤独的勇气，记不记得？记得。什么叫孤独的勇气？长辈股刚刚在涨的时候是突击嘞，突击嘞，突击嘞，对不对？但是当你股票在突击嘞，突击嘞，西尊吼，来就举例 JPP 好了，好，去年十二月那边突击嘞，突击嘞，突击嘞，还说老师那涨真的涨得好慢哦。去年有没有？有。记不记得？是十二月在这里这边突击嘞，突击嘞，突击嘞，推一点，推一点，看 K 线很清楚哦。有老师 JPP 要不要卖？老师。JPP 要不要卖？老师，我抱不住 JPP 啊。对，为什么会抱不住嘞？我不懂啊，为什么？因为去年整个十二月是大跌1500点嘞、欸。我的 JPP 仅只是没涨那么快而已，涨得比较慢一点点。但一直被人家问，一直问，一直问，殊不知它就是一档标标准准的长辈股。现在来看，我告诉你，我会有那个赖跟我说，老师，我看到 JPP， 我眼泪都流下来。是，还好你那个时候一直挡我。对呀、啊，我就是挡哦、嗯。我会员要卖 JPP， 我挡他哦。是，我拼着被他念的那个日子啊，我挡他，我说你可不可以去上班？你可不可以不要看盘？对对，龙喜维德令呐，我说过孤独的勇气很重要。你看我跟这个会员讲的话、他当时来找我的时候，他亏损，他已经不想要碰。看股票了，他之前是负对二十，他去年还截图给我看。我要告诉各位一个重点：当你来找我的时候，你手上股票已经很多了，很多了。那这很多的时候，一定是负的嘛？对，或者是说套牢不想卖，舍不得卖。没错。那我说过，你来找我的时候，我要花一点时间帮你整理手上的股票。当然，我不可能全部把你卖掉。你要给老师一点时间，你要给我一点时间，对不对？我说就是我们要磨合一下，要找到我们两个适合的操作方式，对不对？好，结果他现在他说，老师，我今天分享我的喜悦给你，我的华孚对超过100%的获利，恭喜，放着啊，我喜悦啊，对，真的，我就是要讲，就是说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我们互相磨合嘛，是，当磨合出来以后，我叫你放着，你就会放着嘛、那你就放着，好好去工作嘛，是对不对？好啊，你从负的变成正的，到现在是大赚特赚，一桶金了。他下面这一句后，他其实要跟我讲。老师，以后我都重压了，以后你只要跟我讲哪一支年底怎么样就好了。老师，我以后都听你的话就对了。几个位我都听你的。谢谢，我真的很爱我的会员，百分之百信任呢、欸。有什么问题我都说直接我们沟通，真的，我电话就会直接去良性沟通。对，这样子才会有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嘛。我也是这样要求，我每年都尽量做长辈股嘛。所以你看到我今年我说了，台股是。倒吃甘蔗，那你看到了没有？还没五月完哦，对，还没结束哦，还没结束哦，我已经推出10档的长辈股了，还有好几只在跑来的中间哦，正在来的路上了，恭喜会员啊！撸贪撸贼早就赢在起跑点了，所以亲老朋友不要羡慕我们的会员，因为你也可以这么做哈、你随时来找甜心，我们都有新菜，我们都有新菜来让您。一步一脚印，然后把你这边损失掉的，然后帮你摊平间赚回来，所以任何时间来都不嫌晚。不要想说哎，盘正了就开始紧张害怕，盘正老师的价值更是在这里，靠紧甜心，跟紧甜心的身边，直接电话来做拨通喽。节目上面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赚不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喽，拜。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